八路军和日军几乎同时获得重要情报，有两名美国人偷偷拍摄的金陵城破之后的一些影像资料，已经秘密转移到武汉。如果这些胶片被他们带出去，并向国际社会公诸于众，日军乃至整个日本的国际声誉就会彻底扫地。 届时，日军在国际社会中将更加孤立。与此同时，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隐蔽性，八路军领导研究决定，此次行动由白浪指挥，人员则由一些由专长的进步人士和爱国人士所组成，代号“黄雀小分队”。报告山田队长阁下，我刚接到手下的密报，藏匿那两个美国人的地点找到了。地点在哪里？红化禅寺。 佛祖与圣母同爱世人，祈求圣母的光芒照耀无迷。 罗阿六，你感觉的真准。走，去看看，小心。
这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帮日本鬼子就是让你这乌鸦嘴给念叨来的。念叨不念叨不主要，主要的是我们都得死。你们是打不过大日本皇军的，鄙人侦缉队队长侯亮跟你们一样啊，都是中国人，受渡边一郎机关长的委托跟大家说上几句话。渡边一郎机关长心地仁厚，他不想要你们的命，并且他想给你们留一条活路，只要你们举手投降，我保证渡边一郎机关长会优待你们。但是你们如果继续顽抗下去，请往这边看，你们就会让这批机关枪打成一堆烂肉。怎么办？头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现在不拼，更待何时？等人家绑起来再拼，那可就黄花菜全变凉了。都看到了吧，你们现在是上天无路，陆地无门，对于你们来说只有一条活路，那就是投降。人呢？
命只有一条，死了没了。我现在给你们三个数：一、